停了！指挥长，快点，不准破阵了！伟成，伟成，这位太太，战备，先打冷水，不准进机场。队长，那是师娘，你太太啊！ 江伟成，丢人！你啊，你太太，你要怎么做人？你是大队长，你是队长！数学刚教到，用归谬法证明。 根号二是无理数，我一直不懂根号二为什么除不尽，一直有一堆除不尽的尾数。喂，是，没去上课。 只是迷航一下，让他飞一会儿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就像小少一样，也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别哭了啊！就混蛋飞行。你看，村里有教会，你就多来祷告，心里会舒服一点，啊？您是这村里的师娘吗？是，我是村长。秦千怡女士，秦千怡是她。啊，感谢主找到了。仁爱东村这个牧区啊，我只是来暂代。教会指派了美国牧师呢，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。不过他先发了个电报给我，要我打探，说仁爱东村这个牧区有一个他认识的秦千怡女士。美国。 哪个牧师啊？是葛瑞琴，之前啊在南京金陵女大服务过，他挺关心您的。金陵女大的葛牧师，是啊是啊，我们老朋友，派他来好。不过他电报里有说啊，如果找到您，叫我转告，说当年逃难的船出来分开之后啊，他一直有帮您祷告。船上发生什么事了吗？